记事时起，这个声音就常常在我心中响起。我又听到那个声了。嗯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娘，那是什么声呀？侄儿，娘给你讲个故事听好吗？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的吴国。吴王生性多疑，性情残暴孤僻，他虽然妻妾成群，但却无一人为他生下一子。他下令将不能受孕的妃子纷纷处死，终于有一个妃子有了身孕。听到了吗？你好好听听，你一直轻视的儿子，寡人马上就要有后了。王妃娘娘生了。凡见过此物的人都不得活。臣明白。那娘娘呢？产出之前她已经昏厥了，打入冷宫。王发疯了，见物就砍。其剑甚是锋利，削铁如泥，无论是香炉、铜铃等坚硬之物，皆被砍断。
这是一块神帖呀。娘，什么是神帖呀？这是上天赐给王的，王是真命天子，真命天子啊。召集天下最好的铸剑师，娘，王为什么要打那块铁呀？那块铁不是王的孩子吗？因为王是坏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娘总是有做不完的事，她总是在不停地忙碌，从没有停息过。原有黄泉，在郡之下，有子欺人，母是劳苦。娘，下面是什么呀？现换黄鸟。现换黄鸟。老鼠，老鼠。侄儿乖，不怕。有一间屋子，娘是绝对不允许我进去的。一天中最快乐的事，就是到了晚上，和娘一起数天上的星星。自从娘给我讲了那个故事后，我就一直挂念着那块铁后来怎么样了。国师派人找遍了各地的铸剑师，终于找到了四个最好的铸剑师：欧冶子、竹庸子、曾从子、干将。这些石头就是去年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石，这把剑就是用这些石头锻造而成。我令你们三天之内把这些石头铸造成剑。睡觉吧。不，我不睡，我想听。你快跟我讲后来怎么了。等齿儿长大成人了，娘再讲给你听好不好？不嘛，我现在就想听。听话，一定要到你成人了娘才会讲给你听的。睡觉。好吧。我太想知道故事的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无奈娘决然地说，只有我到了成年才肯继续讲给我听。从那以后，我天天都在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，好知道故事的后面发生了什么。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观礼行完之后，你就是成年人了。谢谢娘的养育之恩。你还没给你爹谢恩呢。什么？你爹就在那间屋里面。还不快跪下！那是你爹。我爹？你爹被王选中后，就将铁捧回了家。
非是世间的石头。难道又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石？他似乎有灵性。灵性？你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不就是想铸一把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剑吗？往下挖，快挖呀！莫非是天意？你爹再也没有回来，王怕此事传出去，竟然残忍地杀了你爹。往十日后要在城里巡游，
我要你用这把剑去杀了王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要你去杀了王，替你爹报仇。可是娘，我连个老鼠都害怕，怎么杀王呢？再说长这么大，我就没离开过娘，外面的世道侄儿都没见过，我怎么杀王？我到哪里去找王？娘，成年男子是绝对不可以掉眼泪的。要不要杀王，你自己决定。饼子都给你装好了，一天两个，够你吃十日的。路上不要乱和陌生人搭话，事事要小心。这是你爹亲手给你打造的，一定要好好的收着。娘，娘，娘，娘！娘走了，他用这样的方式断了我回家的路。我知道，我再也回不了家了，再也没家了。启禀王，近年各地荒旱连连，百姓的收成已锐减三成，王可否取消今年的建巡，改为祭天，为百姓祈福啊？令狐大人，此言大谬。自从天剑降临我大吴之后，天象祥瑞，空中屡屡出现彩虹，与王之仁德交相辉映。
在其沐浴之下，百姓的收成不是减了三成，而是增加了十成。这，目前百姓最想看到的是一睹天剑的神威。令狐大人，逆百姓之愿，逆天行王道之德，鼓动取消剑巡，是何居心呢？下官自先王时期就谨守为官本分至今，其成日月可见，绝无半点居心，望王明断。明断，好啊，那就请国师替寡人做个明断吧。谢王。来人，把逆臣扔进金鼎。啊！大王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饶命啊！大王，啊！我要你杀了王，替你爹报仇。这是哪儿啊？你们是谁啊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个杂耍班子，他们四海为家，走到哪儿演到哪儿。我就是被他们刚好路过发现，救了我。请问去王城怎么走？跟着我们就到了。那要几日才能到啊？最多三日就到。你也是去看王建寻的吗？啊。父王，我的兄弟无论是勇是谋，都与我相距甚远，可你为何偏偏要立他为师？正是因为我看中他的忠厚，我才要立他为师。吴国需要的是一个仁厚的君王。父王，我才是吴国的君王，我才是，我是，我是君王。官夫人来了，快跑！官夫人来了，快点！不要乱！快走啊！不要乱！是风，是风啊！是风，是风啊！
东西都抬那边去。小航，快点！快点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叫小航，我已经成人了，我叫梅坚尺。梅坚尺？嗯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？我娘说，我刚出生的时候，两个眉毛之间足有一尺宽，所以就叫这个名字了。接着。你知道一尺有多宽吗？就这么宽吧。胡说，那是一寸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今天啊，师哥叫你长长见识。看着啊，这一尺啊，得有这么宽。你这俩眉毛中间要是有一尺宽，给。哎，你这眉毛啊，正好长在你后脑勺上。来，小柔，拿着傻小子两根眉毛。傻小子。后来，小柔用我的名字编了一个笑话，成了我和大师兄的一个节目。这孩子的眉毛上哪儿去了呢？眉毛啊，长到后脑勺上去了。没想到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，让他们这么开心。见他们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觉得暖暖的。王，你是寡人的爱姬，不用行刺大礼了。来。寡人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今天寡人是向你来赔罪的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啊，我把我们的儿子也带来了。真的？快让我看看。你先把眼睛闭上。睁开眼睛吧。这就是咱们的儿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想摸摸我们的儿子吗？健壮，多锋利！竟敢摔寡人的骨肉，那不是我的孩子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是上天赐给寡人的，他要助寡人成为一个真正的王，令天下人闻风丧胆的王。寡人会经常带他来看他的母后的。
这铃铛声真好听。那是，天堂的声音当然好听。天堂，天堂是什么呀？这都不知道。天堂是一个很美很美，要多美有多美的地方，只有好人死了才会去的地方，懂吗？既然是死后，你又没死，就是说，你也没去过，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堂的声音啊？我们安康人都知道啊。这个铃铛呢，就是用来给死了的人招魂的。招魂？什么是招魂？啊，你真是白活了，连这个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临死之后魂灵会破碎，要是不能及时相聚，就会变成孤魂野鬼，终日受炼狱煎熬，所以要招魂，懂吗？炼狱是什么感受？就像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懂呢。就像你浑身着火被火烧似的。你怎么了？打个比方就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是没用。我是说这样就可以招魂吗？当然不行，你还要会巫术。像这样，这样扭扭身子就可以招魂，鬼才相信呢。这不是扭身子，是召唤，是用我的魂灵去召唤另一个魂灵，非常的辛苦，绝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。跟你说你也不懂。谁说我不懂？我懂，就是召唤嘛。跳跳呸。我是莫爷，我是干将，我们是啊，嘿呀，哎，打铁的。别弄错了，铸剑的，铸剑的。我们是铸剑的，今天我就给各位铸一把天下无双的好剑。好剑。锵锵锤。哎，大哥大哥。大哥，您看我这把剑。这是一把绝世无双的好剑呢，您拿着它呀，就是江湖第一勇士。勇士啊，大哥，发财了！发财了！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我爹我娘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哎呀，我们只是找一个百姓都知道的人逗一乐，你又何必当真呢？是啊，想不到干将莫邪是你爹娘，你太棒了。不演了。我女儿，快！
我爹说，自己的亲人死了以后，就会化作天上的星星。天一黑，就会出来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我照顾不了你。你去哪儿？我要是死了，你能替我招魂吗？你要是需要，我会知道的。娘，我终于到了王城，就要见到王了。
哎！少爷是条性命。你不能因为无能怯懦就迁怒于那棵无辜的树，这不公平。你是谁？被你羞辱的人。羞辱？谁羞辱你了？别挡了，味道都飘过来了。来，干嘛？你身上背的剑有那么重要吗？放在你那儿也没什么用处，拿来，你给不给？你是属猫还是属猴子的？爬得这么快，嗯？你别上来，你上了我就摔死在你面前。不错，有点血性，像干将的儿子。进了。你带我去哪儿啊？你真认识我爹吗？哎，那我不跟你走了，大骗子。你要干什么？知道你为什么杀不了王吗？那是因为车轮的声音太大，扰了我的心。你的心为什么会被扰？因为你没有信念，没有信念就不会坚定，
心就会被扰。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杀王，为谁杀王。你胡说，我知道，我是为我爹杀王的，为我爹。为我爹？见过你爹吗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七扯八扯的，不就是想得到我这把剑吗？我告诉你，黑衣人，只要我没坚持活着，你休想得到我这把剑。收好。厚葬了吧。今儿小人给你讲的是他，哎，你可别小瞧他，他可了不得，在他没出生的时候，他娘就把名字给他起好了，叫什么？荀子。他一出生，他娘可就傻了眼了。哎，我这个天儿哎，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没长眉毛啊？这时候，旁边那接生婆在这孩子脑袋上是找来找去，嘿，还真给这孩子眉毛找着了。你说这，哎，姐姐，谁说这孩子没眉毛啊？这不长后脑勺上了吗？哎呦，姐姐，这孩子眉毛足有一尺来长，再叫荀子，那就是对圣人的不敬啊！干脆就叫他没坚持吧。臣找的这些幽灵，王觉得还满意吧？你眉毛呢？臣的眉毛长在后脑勺上了。这孩子啊，他眉毛有一尺宽，就叫他眉尖齿吧。眉尖齿，国师，念你对寡人多年的忠心，来，寡人赐你一杯。只要王高兴，臣愿意粉身碎骨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寡人对你说过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就在王后生产的那天晚上。啊，王说过，见过此物的人都不能活。是吗？臣发誓，绝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你再好好想想。
请王，此臣已死。知道这世上寡人最不相信的是什么？人心。寡人最清楚那些一见到寡人就浑身颤抖的人是什么心思，他们是又怕又恨，可又奈何不得，对不对？念你跟随寡人多年，我就赐你个全尸。伺候王了，臣不在的时候，王要多保重。谁来讨寡人的欢心呢？哎，国师，今天晚上把那个跳舞的给找来，小人不在了，请大王您还是多多保重啊。本官为何不下跪？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，就那儿。走。
都在这儿了。来，在这儿挖。挖什么？让你挖你就挖，记住要挖得轻一点，碰到硬物马上收手。怎么跟我娘似的？不会又挖出一把剑来吧？跪下！跪下！这是你爹的头颅。当年王杀了你爹后，为了怕你爹的魂灵向他寻仇，就将你爹的尸身先放进金鼎的滚水内煮烂，然后再将他的尸骨抛至荒野，身首异处而埋，致使他的魂灵破碎，终日受炼狱的煎熬。王不但要了你爹的命，还要了他的魂灵。只有将他的尸骨凑齐，有他的亲人为他招魂，这样才能将他的魂灵从炼狱的煎熬当中解救出来。那要怎样招魂？快告诉我。我只是个以剑为生的武人，招魂之事真的不懂。不过我听说安康人善巫术，能招魂。安康人？我们安康人都知道啊，这个铃铛呢，就是用来给死了的人招魂的。你们班主在吗？
我爹的婚礼招来了，闭上眼睛。 这是天意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挡的。但是能将此物铸成剑的，全天下只有我一个。可亡命不可违，你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的生死不足惜，我是担心那些冤死的魂灵将来不会放过咱们池儿。 那该怎么办呀？守好那把剑。爹真想看看你的样子。 他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水！快拿水！拿水来！
这剑是你铸的吗？是小人所铸。不！这柄剑是上天赐给寡人的。干将，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。不允许任何人用这柄剑。沽名钓誉。你的魂魄寡人也不会放过，我要将你的身子投入鼎中煮烂，再将你身首异处抛至荒野，你的亡灵永远都不会得到安宁的。将的魂灵来找寡人了。不会的，臣已经把他的尸骨煮烂了，而且身首异地而埋。除非是他的家人找到了尸骨。就是他。对，我怎么看他那么面熟？一定是干将的儿子。干将的儿子？怎么会呢？对，干将一定是干将的儿子。他怎么会有儿子呢？臣已经把他全家都杀光了，他没有后人。是你欺骗了本王，私自放走了他的家人，好让他们日后来向我寻找，是不是？王，
臣究竟怎样做你才能够相信臣呢？你说出来，臣照你说的做。就算是找到了他的尸骨，没有人招魂，那也无济于事。招魂，对，对，就是那个安康女子，就是那个安康女子把干将的魂给寡人给招来了。你还站在干什么？快去，去把那个安康女子给寡人抓回来！派人把那个安康女子给寡人抓回来！多年前，你爹曾为我铸过一把剑，这把剑使我变成一名真正的剑士。一次在荒野中，我遇到了一群蒙面强人的攻击，片刻强人便纷纷倒在我的剑下，只剩下最后一名强人。当我举剑欲取去性命时，我手中这把剑竟然自己断了。就在我大惑不解时，我突然发现这最后一名强人竟然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。我险些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，是这把剑救了我儿子，是干将救了我儿子。当即我就起誓，将来我要以命报恩。当我得知王杀了你爹后，我立即找到你娘讨剑，要替你爹报仇。可你娘断然拒绝了我，她要我向她做个承诺，要在你成年以后再去刺王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万一你杀王未果，王一定会疯狂的报复，彻底的追查。若是他得知我儿尚在人间的话，绝不会放过他的。所以一定要等到我儿长大以后，自己会照顾自己了，再去刺王。这么说，王建寻之日你我相见，也是你和我娘事先约定的。是。我娘是让我给你送剑，不是让我去杀王的。让你去杀王，就是送死。怪不得娘当时那样绝情的把我推开，不惜活活的把自己烧死。他是想告诉我，他实在无力照顾我，只能靠我自己。娘，为了你娘，你要好好活着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把剑给我吧，我该去兑现自己的承诺了。你真的为了一个承诺一等十几年？这些年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你爹的尸骨，直到他被找到。懂了，这就是信念。
事甚善，我无令人，原有韩权在郡之下，有子七人，母失劳苦，先患黄鸟，再号其音，有子七人，莫为母心。爹娘，恕迟而不孝，迟而无能，只有借助他人之手来完成了。义士，有劳了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万万不可！我答应过你娘，让你好好的活着，我要兑现我的承诺。知道你的剑为什么会断吗？因为那把剑是有灵性的，有情感的。真正的好剑不是用铁铸成的，而是用魂灵。我就是我爹铸的最好的一把剑。寻到了一个安康来的巫师，专能够驱魂降魔。则流兮，浩洋洋；克服怨敌兮，怨敌克服兮，贺兮强。宇宙只有穷止兮，万寿无疆。幸有我来兮，清其光；清其光兮，互相望。一处一处，一处一处兮，唐灾荒。唐在黄兮，呜啊呜！血衣头颅兮。
头颅兮，尔吾万夫，彼用百头颅，千头颅。啊！父王，我的兄弟无论是勇是谋，都与我相距甚远，可您为何要立他为士？正是因为我看中他的忠厚，才要立他为士。吴国需要一个仁厚的君王。父王，你错了，我才是吴国的君王，我才是。
王死了。王。我要是死了，你能替我招魂吗？